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这台 G Plus GP 小白象，活氧多功能灭菌除味暖烘机。台湾地理位置属于亚热带地区，整体偏潮湿，各地的湿度动辄高达70%-80%。而在高湿度的状态下，霉菌、尘螨等过敏源快速滋生，更容易诱发过敏性的气喘、皮肤炎等疾病。更因为长时间游鱼的关系，很多人出门在外，衣服、鞋子都湿哒哒的。另外，也相信大家窝在棉被里的时候，遇到冷锋面报道或寒流的时候，总是有怎么盖都不够暖的感觉。这时，你就需要这一台 GP 小白象。GP 小白象包装内含主机、暖被管、暖被管接头、烘鞋管、烘衣袋。GP 小白象有几个特点，第一个就是它提供快速且持续的温暖。GP 小白象采 PTC 快速加热，从开机选定模式运作到开始感受到温度，只要5秒钟的时间。第二个就是底部进风及立座设计，有别于市面上其他产品。GP 小白象只有别人家1/2不到的体积，但底座设计稳固，不容易因为线路缠到或者其他一些因素造成机器倾倒。就算倒了，底部均匀的进风设计也不会变成安全上的漏洞。第三个就是低瓦数， GP 小白象仅400瓦，除了省电外更加安全，开了一段时间后再回来触摸机壳，都还是在室温的状态，不易发烫。第四个就是 O3 活氧排放的功能，让它不止温暖，更能消毒。一台机器帮你打造舒适的生活环境。要开始使用产品前，我们可以先插上电源线，听到滴一声，表示产品正常通电。我们依照自己当下需求，挑选使用暖被管或烘鞋管。无论是暖被管或烘鞋管，安装都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就将管子末端的凸起处对准主机出风口凹槽插入，插入后顺时针旋转，旋转到底即为连接成功。唯独暖被管的前方需要加上暖被管接头，暖被管接头安装也非常简单，将暖被管接头凸起处对准暖被管前方凹槽插入，插入后顺着往下到底后旋转90度即为连接成功。安装暖被管接头后，就能将暖风进行更大方向的扩散。 GP 小白象共有5种不同模式，我们在开机后可以透过短按电源键来进行工作切换。5种不同时间所代表的工作模式分别是：30分钟为烘鞋除味，1小时为暖被除螨，1.5小时为干衣模式，2个小时为除味模式，4个小时则为连续暖风。当我们选定模式后，只要静待5秒，就会自动启动。有别于传统烘焙机只有暖风功能 ，GP 小白象加入了活氧灭菌的功能，利用 O3 可以灭菌的特性，进而达成烘鞋时可以灭菌除臭，甚至在除味模式时，单纯排放 O3 可以有效消灭空气中细菌及去除室内异味。巧妙变身家用小型空气清净机，在小白象处于通电状况下或工作中，只要按下电源键就会显示当前的温度，如果长按电源键就会立刻关机。提醒您，关机后主机还会运行约45秒的自动散热程序，直到风扇停止才代表散热完成。我要收纳的话，请务必等到风扇停止运作后再收纳哦。在这寒冷的冬天，随时拥有温暖就是这么简单。健康家电，生活加分。G Plus